1948年7月，科学家钱三强和同事们正计划着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而钱三强的老师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先生是法国共产党的成员，这让当时的美国非常担心，他们很想知道钱三强究竟掌握了哪些核心技术呢？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着自建校以来清华大学各主要历史时期的文书档案，这里收藏着1948年7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往来电报以及信函的原件。哦，刘老师，这就是您要找的东西。哦，这是在48年这个7月19号，他是要求什么？收阅后副禀，就是看完之后就要烧掉，因为当时呢，这是涉及一个机密的，信件。当时啊，美国人肯定不愿意看到北方的核计划将来被这个中国共产党所利用，所以呢，就是他就发函来询问。这封机密函件今天被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它背后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转折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开始还要追溯到1937年。这一年对于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钱三强来说充满着大喜大悲。本来他已获得公费赴法国学习核物理的机会，但就在收拾行囊准备出发时，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钱三强的父亲著名学者钱玄同也因悲愤交加一病不起。在传统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钱三强此时犹豫了，可这时父亲的一番话点醒了钱三强。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把法国这样，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父母在，不远游，但游必有方。此时暂别家国，为的就是将来报效父母之邦。很快，在法国巴黎大名鼎鼎的居里实验室里多了一名中国年轻人的身影，大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是实验室的领头人。他们发现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年轻人刚到实验室时表现和其他学生迥然不同。外国的实验室啊，他本来每个专业都分得很细，哪一个你主攻哪个学科就专攻哪个学科。钱三强去了以后，不是他除去主攻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之外，其他的专业也要学习。最后呢，他的导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说呢，我们国家呢条件比较差，将来我回去工作不可能分很那么细，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干，所以从现在呢我就要多学一些东西。为了学到更多的先进科学技术，钱三强虚心向人请教，同时他也经常无条件地为同行打杂。渐渐的，居里实验室找他做事的同行越来越多，钱三强也对实验室的各项工作都了如指掌。所以这个钱三强，我觉得他很早就能够明白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做一个中国科学的开创者。我一个人我要掌握很多种技能，我才能这个开创这个事业。他在国外呢就跟好多人，包括跟彭焕武啊，他这些同学都约好说咱们回去大干一场，使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凭着这股韧劲儿，钱三强在法国11年里发表研究论文近40篇。11年间他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女友何泽慧，并结为伉俪。1946年，在一次英国学术会议上，钱三强注意到一张记录原子核裂变实验的竞技照片。
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但这张照片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荆棘，为什么会多出来一个分叉呢？回到巴黎实验室，钱三强和何泽慧开始着手研究分析。他们必须要在放大镜下面看很多条这个分裂的荆棘，因为你打在胶片上，一个油打上分成两块，胶片上就是两块。可是他们经过他们仔细的研究分析，发现不仅仅是两块，还有，所以这个就叫做三分裂，这个科学上意义还是很大的。这一成果被称为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及解释。通过这一现象，科学家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原子核裂变的机制，是战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实验室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钱三强因此荣获法国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金。新闻记者则将钱三强和何泽慧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此时的钱三强前景一片光明，就在这时，他同时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约。当时啊，因为这个原子弹爆炸，都认识到科学的力量，所以这也就是当时为什么很多这个大学都争相要这个延揽钱三强。然而，1947年的中国，连最基础的原子能研究实验室都没有，即便是回到中国，钱三强也无法开展科学研究。就在这时，钱三强收到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梅贻琦告诉他，自己已经筹了$50,000的专款，用于购买原子核研究的相关设备，请钱三强回国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是这份诚意感动了尚在巴黎的钱三强。告别栽培自己11年的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钱三强终究有些不舍。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人拿出一个石英瓶子，放到了钱三强的手里。哎，你带回去，因为这东西是不易买到的啊，而且就说你有了这个材料，你就可以开展实验啊，就把你的研究继续做下去。伊莱娜居里特别的祝福钱三强，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1948年，钱三强离开了居住11年的法国巴黎，举家奔赴万里之外的祖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携妻女抵达上海。然而就在出海关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随行的10箱行李被无端扣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好，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教授，钱三强同志的小女儿钱敏协。我们欢迎钱教授。您好，钱教授。你好。嗯，同学们好。今天呢，在现场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焕乔先生。欢迎张院士。好，您好。谢谢，谢谢。谢谢钱教授啊，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大屏幕中会给大家放出来。刚才我们的短片中提到了，咱们一家人呢，当时一起从法国坐轮船回国，这是一个在轮船上拍的照片，是吧？对，那个抱着的小女孩是您吗？不是。不是您啊。那是我姐姐。那是他回国的时候才5岁。哦，其实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还是挺冒险的。因为当时从那个法国的马赛上轮船，要经过赤道那边绕过来，然后再到上海，得要走1个多月。对，这就要说到了当时哈，我们人下了船，行李被扣留了。对对对，看看有没有带的不合适的东西吧。好在没什么。当时准备到清华大学，当时呢还有梅贻琦啊什么，就是希望他来
开展这方面的那个原子核的那个工作，所以我爸还是抱着满心欢喜的那个准备回来大干一场，结果呢，现在上海就给那个扣了东西扣了，当时国民党当局是吧？是啊，因为当时还是他们执政嘛，对吧？张院士想问问您，您是和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和他有什么样的交集？我是1956年从北大毕业以后，就分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那就是原子能源研究院的前身。我就在当时钱三强先生和何泽辉先生领导的中植物理研究室工作，所以1956年我就跟钱先生有接触了。张院士啊，刚才我们说到1948年哈，当时回到国内的钱三强先生，他想去在清华大学成立一个这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所哈。对，这是他的目标，但是最后建立成功了吗？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我记得是1948年，钱先生他首先是访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校长就跟他说了，你这个建立啊不是问题，但是现在啊大家都各自立门户，各自搞一摊，所以很难把这个事情，你想的事情能干起来，跟之前许诺的完全是不一样。没错。怎么回事呢？当时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所以没有搞成，但是始终钱三强先生没有放弃从事核物理研究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业他还是一直在搞。1948年底，那个时候国民党有这个南逃的一些打算，对，所以也想劝说钱三强先生跟着他一块儿哈，有这么回事吗？就是我奶奶那时候病重的，就是能够听到解放的炮声，但是没有熬过那个就是就在这之前就过世了。过世了。但是就是当时呢，人家让他走的时候，他说你看看我母亲这样，我怎么能走呢？就是这样的婉拒就没走。不过他自己心里也是没打算走。所以其实他在内心中是知道未来中国应该是有希望的。没错。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呢，钱三强夫妻二人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异常的兴奋，他们甚至骑上了自行车，去到了长安街上进行欢呼庆祝啊。那在乱世中做出了正确抉择的钱三强，即将在事业上迎来新的机遇，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连串新的困难和挑战。1949年3月，钱三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人名叫丁赞，他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邀请钱三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听到这个消息，钱三强大喜过望。他生性并不热衷社会活动，但他意识到借着这次大会可以解决中国核物理研究的燃眉之急。当时开展核物理研究，最重要的工具是加速器。那么加速器呢，它是美国发明的，所以在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大学里面都有加速器。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所以他不可能把这样的高科技卖给一个敌对的国家，所以我们呢就必须要通过个人的关系去购买设备。此次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主席就是钱三强的恩师约里奥·居里先生。钱三强既可以拜会老师，又能订购一些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可机会有了，但囊中空空。这个丁赞就问大概需要多少钱啊？这个钱三强想了想，就是能不能购买一台这个中型的回旋加速器啊，包括那个电磁铁，说等于说大概需要20万美金。丁赞就很惊讶，钱三强呢就给他解释，就是这个原子能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装备都很花钱，就是如果我们一下子拿不出20万。哎，我们先拿5万也行。提出这个请求后，钱三强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新中国即将成立，急需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国家基础建设。
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提出用宝贵的外汇购买尖端科学仪器呢？就在钱三强懊悔自己的唐突时，他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当时其中我只有30万美元，我们呢就先拨给你5万，而且对于钱怎么用，我们党也是对钱三强充分信任啊，说你和代表团团长商量着办就可以。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着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拿出来的。在钱三强的日记里，他对这笔钱散发的味道记忆犹新，这股味道提示着他，这将是新中国外汇的家底子，而人民政府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来使用。从归国发展原子核计划碰壁，到终于拿到了第一笔用于原子核科学研究的外汇，其实前后呢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但是两次截然不同的经历，让钱先生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后来呢，钱先生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在文章中呢，他也是深情回忆了这段经历和他的心情。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的同事李晓东为大家朗诵这篇文章中的一个片段。1948年下半年，也是在这个北京城，我曾经为了适当集中一下国内原子核科学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贫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张院士啊，刚才我们听到了，终于拿到了一笔外汇，就是5万美金啊。那钱先生拿着这5万美金是如何去购买相关的设施的呢？那时候你知道外国是封锁我们中国的，因为法国不给社会主义国家签证，到巴黎去不给签证，所以后来呀，中国代表团只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参加峰会。所以这样的话，到峰会这个钱就不能直接交给药疗局里了。这时候钱先生从专款里头提出了5000美金，请托布拉格峰会的那些法国可靠的法国人把这个钱转给药疗局里。后来请药疗局里就买了这些东西以后，从法国回来的杨承宗先生把这些东西带回国内，所以发挥了作用。真是一波三折呀。对。所以您看，我们现在也买到了一些原始资料，也买到了一些设备，是吧？那现在还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匮乏就是人才的匮乏。所以钱先生看见这种情况，他就四处奔走啊，延揽人才。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当天下午，主席接见了李四光、钱三强两位同志。在听完了二位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地说，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特意邀请了李四光、钱三强参会。1954年，广西发现铀矿石，而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发现的这个铀矿石呢，它提供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有铀矿，这是发展原子能事业、发展核科学的最基础的物质。没有铀，你一切都无从谈起啊。毛泽东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钱三强在会上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也介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研究力量。就通过这次会议啊，毛泽东主席啊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会后，毛泽东请到会的同志一起吃饭。平时不大喝酒的毛主席，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酒，说道：“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这一天，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今天在我们的陈列区呢，我们来看看，在中间呢放着一颗早年的原子弹的模型啊。大家看到了它，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原子弹就长这个样子呀！听说威力巨大，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原子弹的示意图，所以张院士哈，结合这个模型还有示意图，给我们简单说说原子弹的原理，它的爆炸威力为什么这么大？你看到这两个紫红色的两块，就是铀的两个半球。这个中间的这边呢，就是一个引爆的一个炸药，对吧？在这边呢是一个中子源。所以这个原子弹要爆炸了，它必须是要把两块合在一起。合在一起，这个就叫做要达到临界。但是临界里头啊，要中子去打这个铀块以后啊，它就急速发生裂变，就是这个原子核啊，就中子打了以后，一个核就分成两块了。然后它这个两块的时候啊，同时又发出中子来，所以这个中子啊又去打这个核，所以又引起裂变。所以这个往复的下去，这个就叫做裂变的链式反应，就是一串串的这个反应就出来了。然后在非超临界状态下，原子弹就爆炸了。所以这个爆炸以后释放的能量就很高，就很大，所以就杀伤能力就很强。国家支持，上下齐心，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如箭在弦上。但钱三强清醒地意识到，原子弹研制的道路上还有着一道道难关。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深知原子能研究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接下来的研究中，只要被一道难关拦下，其余的研究都将化为乌有。”但那个时候，咱们国内啊，没有实验条件，也没有实验设备，你要培养人，要让大家真正把科研工作搞起来，那你只能是到苏联，利用苏联的科研条件，使咱们的人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掌握最先进的这些核科学的技术。早在1953年，钱三强率团访苏期间，经特别批准，就曾参观了苏联物理学领域的一些保密研究机构。在跟苏联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钱三强就积极地想争取咱们引进了一堆仪器，就是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钱三强想引进的这两个设施是开展核科学实验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安排了一个大约40人的科研团队前往苏联学习。1957年呢，是中苏这个双方合作的高峰，那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呢答应向中国提供这个原子弹的模型还有图纸。协议签订之后呢，
苏联呢也是派遣了很多专家来中国啊，具体参与到科学研究、指导工作。1958年9月，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列莫夫教授。钱三强与叶夫列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我们三个人来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那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这个分离膜呢，当时就说根本让摸都不让摸，碰都不让碰的。这个东西呢非常娇气，非常精密，它是提纯油的最重要的器件。扩散分离膜技术是制造原子弹的最关键的技术，也是最难的技术。这个技术被别人掌控，就意味着核武器的研发一直要受制于人。苏联有一个专家是管核武器的专家，这个专家呢我们也经常去拜访他，可是呢他基本上都不说什么东西。所以那个专家当时九所都给人家起名叫做哑巴和尚，什么都不说。很快随着中苏关系逐渐冷淡，最终彻底恶化。从1959年6月20日开始，苏联就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到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和设备。面对这一困境啊，我们党中央的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周恩来总理就代表党中央，这个庄严宣布啊，我们要自己动手，从头做起，依靠自己研制核武器。后来，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用苏联毁约的1959年6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保密代号。从此，5、9、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激励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为自己的国家争气争光。钱三强难在什么地方呢？是难在呢苏联专家一撤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所有的工程。好多都是半途而废，好多是刚开个头，好多机器呢眼看着一堆破零件在那弄着，怎么样把这支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把千军万马给它拧成一股绳。然而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当这些具体问题和困难摆在钱三强和同事们面前时，他们又当如何解决？刚才我们的短片中提到了，那个时候呢，中苏的关系哈，这个蜜月期已经度过了，苏联专家全都撤走了。那当时家里有没有说过，父亲还有这些工作啊，该如何继续开展下去呢？受没受到特别大的波及啊？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嗯，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爸那时候就特别忙了，嗯，我们很少能见着他了。一开始父亲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后来我们开始搞原子弹了，他就是相当于技术总负责人这样一个职务了，是吧？这是后来人家给他冠上的名。嗯嗯，那时候是二机部，不是、嗯、是叫做副部长，副部长，他就是副部长。嗯，就是说在所有的都是党政人员里头，唯一一个就是。是懂技术的，嗯，那个这个副部长，那他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负责，各个方面的技术问题，嗯，主要是这个。嗯，当时摆在钱三强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要尽快确定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这是原子弹研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钱三强选择了一个不为大家所熟知的年仅34岁的年轻人。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在中苏合作期间，钱三强就推荐这位年轻人前去协助苏联专家的工作。为什么要推荐邓稼先呢？就是说呢，要找一个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但是名气不能太大。名气太大了以后，跟苏联专家就不好打交道了。同时，这个人呢，要留过学，懂得怎么和外国人打交道，同时他还要懂英语，还要懂俄语。经过几年的磨砺，邓稼先没有辜负钱三强的厚望，成为理论设计负责人的最佳人选。除了邓稼先，钱三强还需要选拔一位项目技术负责人。钱三强回忆说呢，要选一个呢，专业水平比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对事物要有很强的判断力，还有一个呢，能团结人，和老科学家能够合作，又能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同时呢，这个人还要年富力强，精力要旺盛。这个选来选去选的谁呢？也就选到了朱光亚了。知人善任的钱三强，在大胆启用了邓稼先、朱光亚后，又迅速把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机构，组成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团队，开始发起科研攻坚。这一下使咱们的这个核武器的研制队伍牢牢地立住脚了。此时，对中央，钱三强是核战略决策的参谋；对年轻科学家，钱三强是慧眼识人的伯乐。在具体科研工作中，他既是出题者，又是带领科技人员攻关的解题者。在艰苦创业的年代，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领军人物，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大梁。他最大的特点呢，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哪些人来干，哪个单位来干，在干的当中遇到了问题，他还可以协助让哪个单位来解决，举全国之力来做这个事儿。当然钱先生是最积极的，比如说你要做油，那油就把上海的一个最优秀的车工调来了。本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在钱三强的统一组织协调之下，全国先后有900多家单位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那全国呢，真是叫一盘棋啊！二级部要这个提炼浓缩铀，要搞一个高压服。高压服咱们国内没有啊，查来查去，只有人家航空部从瑞士刚刚进口了一台，人家都安装好了，都自己用了一炉了。最后中央专委一个命令说拆过来，人家毫无怨言的就把这个自己的好不容易进口的这个高压服就拆给二级部啊。都是这样，全国大力支援，大力协同。1960年5月，原子弹研制到了最关键的一步，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这一年，刚刚31岁的王方定还只是原子能所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可钱三强偏偏看中了小伙子事业心、责任感强的特质，指派他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钱三老师就把我叫去，就说：“现在呀、啊，这个咱们自己要做中子源，就说这个中子源是这个原子弹里头点火用的，就跟那个雷管是点炸药一样的。”是这么一个东西，要你去做。这原子弹你只能给你很小的一个位置，用钱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只能做乒乓球那么大，难度当然比较大。王方定知道中子源不但制作难度很大，
最重要的是缺乏相关制作的放射原材料。钱先生以前跟我说过，就是你要有什么困难你都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他这句话，所以我就有事我就跑去找他，我就告诉他没有这个，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有这个，他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哎呀，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最适合用它的地方了。钱先生也非常高兴，因为那个能够把这个贡献给原子弹。十多年前，恩师约里奥居里夫人的礼物，那个神奇的小黑瓶里保存的正是珍贵的中子源所需材料。关键时刻，他派上了用场。看到就够高兴了，十几年居然不动啊，从东皇城根儿搬到中关村，从中关村又搬到驼里。哎呀，我当时想钱先生真是把这个当宝贝哦，没有这个东西你中子根本出不来嘛。解决了中子源所需的材料，王方定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制造中子源所用的材料需要在充分的防护条件下工作。然而当时的条件十分困难，不仅没有仪器设备，连起码的实验室也没有。无奈之下，王方定又一次找到了钱三强。钱先生就跟他说了，当时法国居里夫人有提炉，就是在一个工棚里头做的，所以就钱先生就建议你要找工人了，结果就找工人了，大概花了一个多月，就修了一个以那个沥青油膜毡做顶，然后又芦苇杆抹灰做墙壁的这样一个工棚实验室。然后啊，这个王方定他们呢就捡了一个人家的不用的手套箱，然后加工了一些比较必要的一些器件，然后就开始实验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想在这个实验室里头条件，内部的条件科学条件还是要保证的，但是就是一般的条件那就不如大楼了，对不对？所以呢像夏天那个烈日下头，你他们那个工作起来要穿三层防护服，戴双层手套，那工作下来一天以后那衣服都是全湿了，汗都浸透了衣服，对吧？冬天季节里头很冷啊，所以晚上他们做完实验都要把那个实验室里头的一些用于的液体药物还有一些试剂就要搬到大楼去，还要把水管的阀门你得关掉，别水管爆裂了，对吧？别动了，动了你裂了就搞不了。所以那时候在这样一个艰苦环境上他们艰苦奋斗，所以是真是感人的，那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感人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结果他们三年里头做了几百次实验，最后高质量的在1963年12月他们提供了第一批优质产品，使用单位很满意，要不没这个东西你爆不了原子弹了，对吧？到了1964年春天，原子弹制造中的难题被逐一攻克，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新疆罗布泊深处，一座为了托举原子弹而建造的百米铁塔拔地而起，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0时减1分钟 ，K3 指令发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控制系统进入自动倒计时。3、9、8、7、6、5、4、3、2、1，起爆！这声巨响震撼世界，让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天是钱三强51岁生日，这朵从罗布泊深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它是一种主动的心甘情愿的选择。
他就要是把他学的这些东西，把他在国内在世界上积累的所有的科技的这些人脉通通组织整合起来，使咱们整个新中国的科技、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强大起来，这是钱三强的理想。从这一点上来说，钱三强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很快，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个惊天新闻，他们以中国原子弹之父来称呼钱三强。钱三强说道，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总喜欢用什么什么之父这些词汇，我们中国人那是讲集体主义的，默默无闻更好。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让国外惊叹的中国速度，源于钱三强的提前布局。早在1960年底，他就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先行一步开展氢弹理论探索。后来，这个小组并入以邓稼先为主任的九院理论部集体攻关，实现了党中央氢弹也要快的战略目标。所以钱三强说呢，说我们既然选择了为全人类，那一段马克思的话，钱三强说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事业，是吧？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并且永远存在，他属于千万人，面对我们的骨灰，很多人将来会流下热泪。可是每念到钱三强背过的这一段马克思语录，我就激动。这是钱三强的思想境界。1992年，钱三强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三强啊，从他父辈身上继承的强烈的爱国感情，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命运融合起来，把个人追求和民族复兴融合起来。他们从他们年轻一直到回国，他们这样融合了一辈子，这是钱三强，这是钱三强的一代人。他们是一批纯粹的人，高尚的人。2003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25240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钱三强星。人们相信，每一颗星斗都象征着一个卓越的灵魂，而他这颗星，依旧如生前那样，汇入群星，融进银河，闪耀永恒的光。在晚年，钱三强先生一直这样和别人说，中国原子弹研制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钱先生招聚四海英才，凝聚集体智慧，让一人之力变为众人之力，从而齐心协力，从而众志成城，最终成就集体智慧的核聚变。讲述英雄故事，共筑国家荣光。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